接下来请收看晚课。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必心恒不住无量难思议世间一切色格格不相知，譬如空花是不能知之心，而有心故化诸法心如是，心如空花是能化诸世间，不允许众生无法而不造，如心佛意而如佛众生然，因知佛于心即心皆无尽，若人知心心不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心，心不住一生，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是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持受本然，尽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南方世界永祥云，祥于华云，即华于宝玉，宝玉无数中为祥，为瑞变庄严，天然文法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之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归依我今所知善因缘，真阳地藏真功德，此因即善事救众生，手中金锡睁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射大千世界，智慧引领吉祥云中为阎浮提，故众生作大真名功德主，大悲大愿大神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道理卷东，神通遍地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道立天为母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齐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我作二世间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智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要发个前世者，闻讯世尊世世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有诸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是波罗蜜，赞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赞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慈悲音，
悉舍因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因狮子吼因大狮子吼因云雷因大云雷因出入时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彼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因天龙鬼神以及到高丽天宫所谓是天王天高丽天虚炎摩天都率陀天化乐天大化自在天梵中天梵福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金天无量金天遍金天福生天福爱天光国天无相天无梵天无热天善现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受若天乃至非相非非相出天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中悉来即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庙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湿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即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他鬼王所谓耳目鬼王感谢鬼王但经济鬼王但台湾鬼王心病鬼王舍度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金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即会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即会到高丽天者如是说佛文殊师利白佛云世尊若以我身离千劫色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不以佛眼观故有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求愿皆来以度当度为度以成就当成就为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就修善根证无碍之闻佛所言即当心说效果甚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真实之语彼怀疑惑舍是定所为面心般为愿世尊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恨离何缘何能成就不思议是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所有草木丛林到马祖为山是为臣以我一说作一和合一恒合沙一沙一切一切之内一成一切一切之内所记成书经中未解地藏菩萨真是地国为以来千倍多于上于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彼之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为甚是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才华各路所起心想使人当得快翻身于三世三天永不堕二道闻说是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
说不可说皆前生为大丈者之时时有佛号曰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是丈者之见佛相号见佛庄严应闻彼佛作何恒愿何得此相是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高丈者之欲证此身当须求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是丈者之应发愿言我今今未来即不可计皆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精灵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大有大不可说皆尚未菩萨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时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娑婆僧头中所行具行诸作哇诸天为护其摩心邪常行三宝十世圣女广设方便全有其魔灵身正解了此女母为全身心不救命中浑身躲在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子莫在世不幸因果即当随业必生恶趣随卖家宅广求香花及诸工具以仙佛大慈大心供养坚决化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世中塑化为容端严必备是婆罗门女站立尊荣悲身敬仰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摩斯后当来问佛彼之处所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其者神女无痴悲哀我今世如魔之去处婆罗门女而长相空而白口曰是何神的观我有离我自是魔以来昼夜一连无处可闻至魔神皆是空中有神在宝女也我是如所站立着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若一目悲于常情众生之本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语举身自不知皆皆孙左右扶持两袖方束而白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魔神皆我今生心将死不求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高声女也如供养彼坦操反舍断作思维我之名号即当自母所生居住是婆罗门女寻礼佛以其归其舍以礼目故断作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倒一海边起水涌飞多处而受尽覆皆身飞走海上东西之诸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而受真趣是但有见夜叉其心各疑惑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离人若见去足罪人失敬恶手佛子破却头足相救其心万类不甘就是是婆罗
门女一念佛力故，自然无拘有依归王，明月无度其手来迎白圣女，也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时婆罗门女？问归王曰：此时何处？无度大业，此时大天为山西面第一中二圣女。问曰：我闻铁为之内，地狱在中世，世是否无多大业，时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道于所无多大业？若非为身积蓄业力，非此二世中不能到圣女。又问：此水何缘而来？又非多助罪人记忆而受无度大愿，此时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思之者，今世十九日后无人祭祀，为作功德就把苦难生死，有无善意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现独自海海东十万有寻，又有一海。其国被撕逼。